1592年的农历腊月25日，携宁夏平叛之兵威，大明防海御窝总兵官李如松率45000名军越过冰封的鸭绿江进入朝鲜。李如松率兵入朝时43岁，是明军最年轻的高级将领之一，在史称万历三大征的第一征及宁夏平叛战役中，李如松率军获得全胜。李如松祖上一度曾去朝鲜半岛躲避战乱，之后又回到辽东。李如松的父亲李成梁是大明骁将，李如松更是将门虎子。此时他和麾下的40000多明军已拉开万历第二大征东征朝鲜御窝的序幕。李如松据史书记载说，果敢、刚毅、有谋略、耿介，这是他性格上的一些优点。比方说他果敢，每次打仗他都总是冲在队伍最前面。这样过去读。刘大人有失远迎。请。朝鲜领议政柳成龙在安州明军大营拜会了李如松，李如松特意出示了他父亲李成梁的家信，信上说：“朝鲜乃吾先祖乡，汝其免之。”李如松继而补充道：“家教如此，敢不为贵国尽力？”行，是，上去玩去。又是，这样走几多久？请大人指点。이곳평양성은지어진지천년이넘었습니다삼면이강물이흐르고뒤로는산이막혀있어철의요새지북쪽에위치한모란봉은감재고지입니다그곳에선이평양성전체를한번에볼수가있지요성안에주둔해있는외놈들은제1군으로히데요시의직속부대입니다지난해제일먼저부산으로상륙해왔지요제일사납고제일흉악한놈들입니다그러고는평양성으로빠르게이동해왔죠조승원장군도이놈들에게패했습니다기마부대또한외놈들의초청으로인해상당히곤욕을치렀죠我口自恃鸟中犀利但这次我天军有攻城大炮可以打6里我口如何能抵挡천병의승리를진심으로기원합니다柳成龙退出后李如松提了一幅扇面差人送给柳成龙上面的诗是李如松特为东征而作的春来沙气心犹壮此去妖分骨已寒谈笑感言非胜算梦中长忆跨征鞍平壤是朝鲜半岛北部最大的城市同王京和开城并称朝鲜三都
而平壤的历史是这三座城市中最悠久的。平壤古城东南两面是大同江，西面是普通江，北面有牡丹峰，易守难攻。日军在占领平壤后加强了城防，使之成为一座毫无破绽的坚固堡垒。东征明军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辽东军，这支部队全部由骑兵构成，是李如松的亲信部队；二是九边将士，也就是镇守长城的部队，同样以骑兵为主，他们中有不少将士刚刚随李如松征讨宁夏叛军，因此同样为李如松所熟知；三是南兵，其中的骨干是戚继光最初在浙江训练出的戚家军，他们以步兵为主，是东征大军中军纪最严明的一支部队。实际上，当时的辽东兵、九边将士和南兵是中国最精锐的主力部队。万历皇帝本人对李如松和东征军寄予厚望，特颁10万两白银犒慰，以期必胜。驻守平壤的敌人是清朝日军精锐第一军团，是丰臣秀吉战刀的刀锋。第一军团一路率先登陆朝鲜半岛，之后又率先攻入王京和平壤。军团长小西行长时年38岁，是战国名将，也是丰臣秀吉的亲信战将。第一军团在登陆朝鲜时军力近20000人，半年多来并无太大折损。此时在明军的左后方，占据朝鲜咸镜道的是日军第二军团加藤清政部，该部登陆朝鲜时兵力2.3万人。这支日军还俘获了朝鲜的2位王子林海军和顺和军。加藤清政是丰臣秀吉的义子，也是丰臣秀吉嫡系建越七本枪之一。加藤行军作战以勇猛残忍著称，在日军中被称为虎加藤。假如明军不能一鼓作气攻下平壤，第二军团与平壤城中的第一军团以及平壤以南的其他日军将以3:1的兵力优势对明军形成夹击。然而在与日军对垒之前，李如松决定先处理一个中国人，他就是当时在东亚三国大名鼎鼎，之后又成为悲剧人物的沈维敬。平谷县志呢对他有这个记载，一方面呢他是在王将进战争1555年王将进战争中呢，他就是浙江总督胡宗宪被倭寇困在围中，沈维敬呢他有一些武艺，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冲进这个倭军里面，把这个胡宗宪给救了出来，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呢，说他和他的父亲叫沈坤，两个人呢曾经设计那个毒杀了大概几百名倭寇，那这一点呢在明史里面也有记载。沈维敬是浙江嘉兴人，但随着东南倭乱的渐渐平息，沈维敬来到北京修道炼丹。恰好当时兵部尚书石兴侍妾的父亲也在炼丹，于是沈维敬通过这个渠道被推荐给了石兴。沈维敬不仅年轻时打过倭寇，而且中年后收留了一个曾在日本生活过多年的佣人沈家旺。有了这样的经历和见识，沈维敬与石兴谈起倭寇十分在行，颇得石兴器重。之后日本入侵朝鲜半岛，祖承训出师不利，而明军主力尚未集结完毕，于是石兴给了沈维敬一个游击将军的职衔，令他前往朝鲜斡旋，力图拖延时间，阻止日军北犯鸭绿江。
明朝实际上那个时候也很可悲，由于长期以来对外的这种闭关，原来有所谓的四夷馆，所谓的四夷馆就是有一批懂得外文的人才，在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在翻译国外的文献，也可以说在翻译国外的情报。但是明朝中后期以后啊，这个四夷馆已经名存实亡了，所以对于外界的世界，官方得不到太多的消息。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明朝才不得不招募一些布衣，我把他们称之为山人。将军，难道还不敢见一个手无寸铁之人？莫忧。こちらへどうぞ。会面的第二天，小西行长派人给沈维景送来书信道：“大人在白刃中颜色不变，即便是日本人也不能做得更棒了。”沈维景答道：“你们听说过唐朝的郭子仪吗？他单骑驰入敌军，说的敌军即刻退后。对我来说，你们日本人又有什么可怕？”接下来的50天，日军屡约没有北进。当时在明朝还是在调兵遣将的这个过程之中，明朝的经略盛延昌刚刚任命到了辽东，他在筹集粮草，而李如松思想还在宁夏，他平定那个博败之乱，所以这个明朝的还没有大军还没有集结，所以约定50天的话，对明朝非常重要。可是50天过去了。大明东征军尚未入朝，日军又开始叫嚣印马鸭绿江。这时沈维景刚刚从中国返回，于是他再入敌营与日军谈判，又一次稳住了日军。对于李如松来说，他40多年的人生经历中从未写下过和谈二字，加之他对平壤志在必得，因此决定开战前先将沈维景处理掉。退下。参见大将军，下官沈维景在此恭候将军多时。下官特备仙丹一枚，为大将军去寒活血。此丹可逢凶化吉，避血光之灾。啊，将军，前日下官辗转窝营，与小西将军已经谈妥，小西将军无意与我大明为敌，见天兵到来，愿意南撤。说完了吗？啊，小西将军，混账东西！我朝自太祖登基以来，从未有过议和之事，你可知罪？你这，来人，拖出去斩了！将军，这是为何？将军。这是为何？
将军，此人可用。将军，不如将计就计，带回来。李如松听取了随从的建议，派沈维敬去平壤告知小溪刑场要举行册封小溪的大典。将军，果真可避血光之灾。差你再走一趟。小溪刑场为何不亲自出城迎接？这其中必有诈。传令，收兵。收兵。有学者分析认为，小溪刑场同上次面对祖承训一样，也在平壤设下了陷阱，准备一举围歼李如松，否则他应当在城外亲迎李如松。此时李如松只剩下唯一的选择，对平壤实施强攻。然而明军的强攻尚未启动，当晚大营便闯进了不速之客。
世界军事史上冷热兵器过渡时期的这场关键大战即将敲响战鼓。此时，朝鲜也集结了一支约20,000人的队伍，由朝鲜将军李毅和金英瑞指挥，与明军组成明朝联军，在李如松的统御下一同进攻平壤城。中国是火药的故乡，唐代末年火药已用于军事。公元12、13世纪，火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国家，继而又传到欧洲各国。欧洲人制造出了最早的碎发枪和钱装火炮，这些当时先进的枪炮又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回传中国。北京八达岭长城是万里长城最险峻的关隘之一，八达岭脚下的中国长城博物馆收藏了明军使用过的多种火炮和火枪，令人震撼。这是一门大将军炮，既是这个中国传统火器的发展，也受到了当时从欧洲传入的这个西方火器的影响。1592年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然后明朝政府在这个大概在河北丰润这一带设立了这个兵工厂，当时紧急赶制了220门的类似的这种熟铁大将军炮，其中100门左右发往了朝鲜。到万历三大征时期，凭借张居正改革后中央政府获得的雄厚财政收入，火器已取代冷兵器，成为明军手中的杀手锏。在宁夏平叛战役中，明军曾千里转运400门大炮，使李如松指挥的明军得以对波败的叛军实施摧枯拉朽的打击。除火炮外，东征明军还装备了多种式样的火枪，从中国长城博物馆我们也可以窥见一斑。万历朝鲜战争作为16世纪影响深远的一场重要战争，近年来在中国的海峡两岸都有学者致力于研究这段历史。作为一个指挥官，他寻求的是一种不同兵器之间的和谐配置。我如果需要射速高，我就派弓箭；我如果需要精准的火力、远距离的火力压制，我就采用长距离的火炮；如果我要中距离上能够确实的歼灭敌军，我就采用鸟铳；如果我要追击敌人，我就采用机兵。万事俱备之时，明军正式向朝鲜发出了一道大明兵部咨文。这道咨文名义上是写给朝鲜的，但同时也是发给日军的战斗檄文。大国雄兵如虎如熊，彼不量力，当成齑粉。天欲亡之，假手于我。咨文还列出了秦斩风尘秀吉等倭酋的封赏。天朝出令，但有人能擒斩丰臣秀吉、丰臣秀次及僧玄苏者，每名赏银10,000两，封伯世袭，诸所皆宜，皆听自便。李如松部署兵分四路，从不同方向向平壤城发动总攻。第一路由南兵游击将军吴维忠率部3000与扎大寿部共6000军兵攻击北面制高点牡丹峰。第二路为主力，由中军副总兵杨元与右协都督张世爵攻击七星门。第三路由李如柏和李方春率队攻击普通门。第四路由祖承训、骆尚志和朝鲜军李毅、金英瑞等率明朝联军攻击韩球门。那么明朝的这个战略呢，是使用毒火箭，把数以千万计的这个毒火箭，也就是带有毒药的这个弓箭射入了朝鲜城中，试图呢先迷昏这些在城中的倭寇。
那么第二部分呢，再考虑，因为有些这个倭寇躲在房子里面不出来，读不到他，因此第二波再发射火箭，使得城里面的房子烧起来，让这些倭寇没有办法待在这个房子里头躲避隐蔽。那么随后呢，再施以重炮打击，因为房子不能待了，倭寇就只好出来，出来后再施以重炮打击。晨光中，李如松一声令下，明军开始对平壤城实施攻击。这是人类使用热兵器以来最壮观的一场攻坚战。军官兵之后向日军监军前野长康描述，天地震响如霹雳，此际的平壤城有如地狱。
我拉出来。宣祖实录通过君臣间的一段对话，真实记录了明朝联军攻破平壤城所用的时间。上曰：“相持几时乎？”德心曰：“辰时接战，四出县城矣。”也就是说，以今天的计时标准看，早晨8点钟左右联军开始攻城，9点多钟就已经破城了。赵彪，那么李如松在中国军事史上，我觉得应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带领大军跨越国境和对方一个入侵我们的邻国和藩属国的这一支强大的部队堂堂正正进行一次决战的这么一支军事统帅。他从来不畏惧任何敌人。岳飞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平壤战役是万历朝鲜战争中最辉煌的一场陆战。据李如松给北京的战报称，平壤战役有1.2万日军殒命，这个数字与日方统计的基本相符。明军伤亡合计2200余人，未被歼灭的日军斗志全无，勉强突围后向王京方向逃去。日本九州的八代势力博物馆珍藏着一件丰臣秀吉的朱印状。朱印状是指日本从战国时代到江户时代加盖了朱印的命令文书。在这份朱印状上，丰臣秀吉命令加强平壤的城防，以备明军的攻击。
然而，历史同丰臣秀吉开了个玩笑，这份朱印状发出的日期恰恰是明军攻克平壤的1593年正月初八。实际上，这份指令已经没有发出的必要了。平壤之战是16世纪末中日精锐部队的一场对决。明军在朝鲜军的支持下，以雷霆之势获得了全胜。6年后，万历皇帝就朝鲜战争的胜利昭告天下，有平壤一战以耻交魂之句，表明平壤战役已奠定了战争的胜局。从此，明朝联军在气势上一直占据上风，直至战争结束。7年間もあの戦争があるわけですよね。だけど7年間もあれば当然方針が変わりますよね。はい。そこが日本でもあまり一般的には全然知られてない。はい。もう秀吉は割ともうすぐ始まって1年も経たないうちに方針を変えますから、あの、本当本気で中国まで行くんだ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るのはもう最初の1年ぐらいですよね。あとの6年間はどうやって終わらせようかという。もうそれでずるずる、ずるずる、うまくいかずに、い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が、ほとんどの実態だと思います。明户屋位于日本九州岛，是壬辰倭乱期间日本侵略朝鲜的基地。1593年夏天，中日开始谈判，大批日军返回明户屋。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身旁有一位大明锦衣卫已深入虎穴，试图获取第一手情报。原来明廷意识到对敌手知之甚少，于是决定派间谍潜入日本侦查日军情报。锦衣卫名色指挥使史世用被甄选出来执行这一使命。锦衣卫是明朝最神秘的官方机构，由明太祖朱元璋创立，贯穿了明代始终。锦衣卫首先承担着皇帝仪仗与侍卫的职责，因此他们服饰华美，着飞鱼服，配绣春刀，且安习武功。全权负责这一行动的是福建巡抚许福远。许福远决定让史世用和他的助手们扮作中国海商潜入日本。中国与日本的海上贸易开辟于半个世纪前，但自嘉靖年间，由于倭寇频频侵扰中国沿海，两国贸易已经被明廷锁禁。前往日本的中国海商实际上在做着非法贸易，因此即便中日交战，灰色身份的中国海商也同样能为日本官民接受。但是大明锦衣卫和中国海商在谈吐气质上无疑会有天壤之别。福建巡抚衙门用了近半年的时间，从日语、日本剑术到日本习俗，对这些大明间谍进行了全方位培训。当年七月，经巡抚衙门安排，泉州海商许玉已准备好一艘装满中国货物的大船。史世用和他的助手以及海商张一学、张一智等人扬帆起航，东渡日本一举成功。于是史世用以海商身份为掩护，凭着刚刚够用的日语广交朋友。史世用原本风流倜傥，加之此番出手阔绰，很快便如鱼得水。日军官兵毫无顾忌地发泄着两年来的厌战情绪，对史世用有问必答。
许仪后是萨摩藩藩主岛津家的御医。壬辰倭乱爆发前，许仪后发现丰臣秀吉正在为侵略西林调兵遣将，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设法将日军情报送回了中国。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同许仪后一样，郭国安也是一位在日本的中国人，曾协助许仪后在壬辰倭乱前把情报送回中国。两位丞相，许仪后和郭国安得知大明王朝没有忘记自己，非常欣喜，自然将了解到的情报和盘托出。这里，还有这里，都集结了大量兵力，只需要有大动作。许仪后还为史世用约见了岛津家重臣姓坎，试图了解更多机密。姓坎酒后突然问道：“你们恐怕不是一般的商贩吧？”许仪后立即回答：“史先生也是大明的一位武士。”姓坎非常高兴，还拿出自己的盔甲相赠。1593年10月。为确保情报能够平安送回，史世用将一行人分为3批依次乘船回国。就送到这儿吧。许兄，要不要一起跟我回大明呢？多谢大人，我在这里已娶妻生子，一时难回故土。许兄身在异乡，要多多保重啊。多谢大人。国兄。大人。就此别过，二位留步。不料史世用乘坐的帆船两次遭遇风暴，他和助手又辗转琉球群岛等地，直到1595年初才回到福建复命。史世用的秘密旅程用时长达1年半。史世用等人带回的情报非常丰富，上至丰臣秀吉个人资料，包括丰臣秀吉独子只有2岁，下至日本的军备与后勤，比如各大海港仍在加紧制造海船，其中大船长9丈宽3丈，用橹70只。在万历朝鲜战争的7年间，明廷向日本派遣了多批间谍，成功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锦衣卫史世用和他的战友们以孤胆、智慧和坚韧的意志，成为万历朝鲜战争中一群独特的英雄。朝鲜文人鲁任后来见到史世用，为他的事迹所感，特为他赋诗一首：秋水精神冰玉骨，锒铛金佩似人轻，临机应变据长策，肚内能容万甲兵。明军主力在平壤稍事休整后迅速南下，气势如虹。1593年正月20日，
明军前锋李如柏部占领朝鲜半岛上又一座名城开城。这样，明军主力入朝不到一个月，便推进至今天的三八线一带。然而，辉煌的胜利之下也埋藏着隐忧。明军此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后勤补给。在明朝联军南进时，沿途的村庄不断可以看到食不果腹的朝鲜百姓。朝鲜大臣柳成龙在他的回忆著作《澄碧录》中说，当时朝鲜赈济灾民的粮食非常有限，地方官员采松针磨碎为屑，用十分松针加一分白米熬粥施予灾民。路过的明军禁不住潸然泪下，常有士兵将仅存的粮食匀给灾民。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水土不服加之草料短缺，明军战马中爆发了马疫。据朝鲜史料记载，在攻克平壤前后几天之内，明军马匹倒毙10000匹。待明军进军到开城，损失战马已达到惊人的1.5万匹以上，约占明军马匹总数的一半。眼看这些不会说话的战友倒下而无能为力，骑兵们无比哀伤。实际上，此时明军官兵自身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大部队已经断粮2天了。在困境中，李如松决定继续攻击前进。假如明朝联军出骑兵一举攻占王京，不仅可以夯实战争胜局，而且日军在王京附近的龙山仓储备了大量粮食，夺取这批粮食可以一解联军燃眉之急。禀将军，前方扎将军遇到伏击，敌军数倍于我军。大人，情况不妙，可要当心呀。无论几多艰险，敌某愿战死朝鲜，马革裹尸。驾！